魔法少女。节目即将开始，女孩最爱的奇妙蒙可提醒您，眼睛和屏幕不要太近哦。第十五集，米可受伤偶遇神奇医生。哎，月儿，萌萌，应该就是那家宠物医院吧？不知道米可会不会伤得很严重。毕竟米可是遭受到了暗黑魔法的攻击，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米可，米可，米可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米可，米可，你被马术攻击了，不知所踪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了。哎呀，我是受伤了，但是被医生救好了呀。而且我不是也把马叔给打伤了吗？哎，米可，米可，米可，你哪里受伤了呀？我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所以我怀疑医生的身上有心之卡牌。米可，米可，心之卡牌，其实我也感应到了这里有心之卡牌的能量。你说的医生就是这位医生吗？这位宠物医生的医术很神奇的，我受伤以后他摸了摸我，我就被治愈了。米可，我怀疑医生的身上是治愈卡。治愈卡，拥有治愈能量的心之卡牌，能够轻松治愈任何伤痛，包括小部分的暗黑魔法。但是强大的暗黑魔法就无法被治愈卡治愈了。只有治愈卡才拥有这么强大的治愈能力，但是没有魔法力的普通人使用治愈卡的话，会极大的消耗自身精力。刚刚他救了我之后到现在已经昏睡了几个小时了。米可，米可，不会吧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醒醒。不会吧，我们这样他都起不来。尼克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唤醒他吗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魔法树敌，他的声音可以唤醒沉睡中的人。尼克，尼克，魔法树敌，这个就是魔法树敌了吧？可是我也不会吹这个呀。没关系，月儿，我来吧，所有乐器都难不倒我萌萌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医生。哇，太好了，医生醒了。医生，医生，我还有活要去干。医生，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最近是不是可以很快的把小动物的病都治好呀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其实我们怀疑您身上有一张治愈卡。
什么卡？治愈卡，治愈卡可以治好所有的小动物们，但是它有一定的反噬作用，会伤害到您的。我说我最近在治疗他们的时候，动不动就会昏倒。这个就是卡牌的反噬作用，十分危险。我相信你们说的，这种瞬间治愈的能力也只有通过魔法才能解释得通了。虽然这魔法对我的身体有所损害，但我又怎么能看这些小动物们不管不顾呢？自从有了这个魔法之后，我以前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些小动物现在能轻松治愈了。你说让我怎么能放弃这种魔法？可是医生，还是先救这个小家伙吧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月儿，你叫什么呀？你叫大白呀？既然你这么难受，医生，你还是救救他吧。好起来吧，好起来，好起来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大白说他舒服多了。喂，大白。哎，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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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马哥，卡哥，马哥，马哥，马哥，卡哥，马哥，别吵啊！你们看，那个宠物医院可以给马哥看病。你傻，宠物医院怎么看病？两个安静点。是月儿他们。月儿他们。他们在那干嘛？我们去看看。医生，你醒醒啊！米可，米可，如果我们收服了治愈卡，就用治愈卡来治愈医生，心之卡牌吗？心之卡牌，暗黑之力，将心之卡牌带到我面前来。啊，走。是马叔他们，绝不能让他们把这张卡拿走。走。叔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受了伤还能抢牌。马哥牛啊，少啰嗦。伤还没好，趁他们追上来，快撤，走。马叔，别想跑。追上来了。欢迎魔法能量心之守护变身。暗黑之力，我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马叔，我以为你们只喜欢偷东西，没想到还喜欢搞偷袭。偷东西？谁偷东西？就是，我们哪有偷东西？明明就是在你们面前拿的。是明辉拿的。马叔，废话少说，准备接招吧。心之守护，闪耀星河。心之守护，紫光降临。心之守护，星月颂歌。合体。这么脏，太卑鄙了！你们用灰尘攻击，看他身上，让你们搞破坏。马叔，拜拜。哎，马哥他们跑了，走，不管他们。哎呀，我先回家洗个澡，你们等着啊。该洗的时候不洗，不该休息。哎，今天挺有白忙的，也不知道今天干了。马哥真是成帅那啥，再帅那啥。走吧，医生，你
没事吧？感觉还是不太好哎。米克，现在治愈卡我们已经拿回来了，可是星月河被污染了，我们该怎么收卡呀？你将治愈卡放在星月河上，治愈卡会自动清除星月河上的暗黑魔法。哦，那我试试看。治愈卡，请赐予我力量吧。你醒了，你好点了吗？啊，我好多了。哦，刚刚是发生了什么吗？刚刚你身上的治愈卡被坏蛋抢走了，然后就昏迷了。那现在卡呢？你放心吧，被我们夺回来了，我们就是用治愈卡治愈了你。哦，卡被你们拿走也好，我现在是越来越架不住了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健康时候的照片，瞧瞧我现在。差别是蛮大的，我需要好好的去恢复一下。嗯，医生，那之后你没有治愈卡打算怎么办呢？其实我心里也知道，靠魔法呢是不可能治疗所有的小动物。我用魔法能治一只两只，那其他的那些小动物呢，我一个人是救不过来的。所以现在我更加要做的是去精进我的医术。如果每个人对小动物多一点关爱，那肯定比魔法厉害多了。医生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医生加油。嗯，加油加油。拜拜拜拜。别忘了正事儿呀，现在星月河已经修复好了。米克米克。知道了，米克。星之卡牌归位。女孩最爱的奇妙文课提醒您，下期精彩预告：暗黑之力无可匹敌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必须要知道，暗黑力量还存在着，而且越来越浓郁了。